后没时间打包装，帮我们打包装。确实啊。哎，他说叫我自己回去搞这些吧，他忙不过来现在。那你怎么想的？他把假的放在山上，他不去收的话，一下大雨就全部掉了。那肯定的。所以他也担心啊，把假掉了又不得价格了嘛。叫你一个人回去啊？那我不一个人回去，那你回去干嘛？你一个人回去有什么用啊？你就是回去就是不会骑，不会骑车，拉不了，包不了货。那、哎、回去也是我们一起回去啊。那回去你这边？现在这个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事做，这里是吧？就挤一点就。那你看一下喽。哦、哎，那边的话又发货，你看那么久，一个月都是他们在忙，在帮忙。八角还是要回去自己晒呀、啊。快点，把车去骑车子。啊，去拿车车过来。去拿车车过来玩，快点。去拿车车。去，快点。去把车车拿过来。来来来。去把车车推过来。那你是怎么想哦？啊？我肯定是。你这个啊，回去也不得那么快回来哎，回去我要自己要把这些东西搞的话，我可能没那么快哟。回去肯定是我们一起回去嘛，但是的话，现在我们这边里又没什么事做，农村啊，竹子啊、玉、苞谷这些还要你要一个两个月，一个月才能收，是吧？嗯，那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决定什么时候走？你做决定了，我也做不了决定了。我是越快越好，他都这样说的。既然呢已经打了这个电话，他如果不是很忙，他不会打这个电话的。我知道，第一就是说他肯定是实在是忙不过来了，才会给。那八角，你每天都要晒，要收，要搞。你不搞的话，他到时候晒出来的颜色又不好看。这肯定是忙不，实在是忙不过来，他才会给你打电话。对呀、啊，其实我是忙得过来，他都不会打电话的。因为地质的人我是很了解的，他很勤快，也很吃得苦。是啊。所以说他忙得过来，他也不会给你打电话。那我们就这两天吧。收八角要守着的。嗯。就这两天吧。晒八角要守着的，山上的八角也要赶紧晒回来的，意思就是这样了、就这两天吧，就有点事情，我还有点事情。就明天可能就忙完了，就搞好了。明天就搞好。然后我们就去，就一起回云南吧哈。到时候再看吧。那边的话，因为那么多八角，确实替他忙不过来。还就是马上那个茶叶出来了，所以我跟小丽也要我们去哈，去自己要晒、啊，要打包，主要是打包这些哈。